三，堕落人性。在圣经里面，原祖父母吃了知善恶树的果实，犯了第一个罪。这个罪是对天主的不信任和不服从。人陷于罪恶而失去了真正的自由，原罪令到人失去乐园，陷于痛苦。人同人，人同天主决裂，人感到羞耻，因为人性被罪导致到内在撕裂，贪侵蚀性，将人物化成为工具，人心变成为爱同埋色欲嘅战场。性唔再系礼物，而系自私嘅获取。